家好，我是于乃希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一个视频，继续全身训练。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强大，然后自我控制更好了呢？然后今天的动作会更难一些些，但是都是属于努努力就能做到的那种。我们开始吧。第四个动作，注意全身保持紧绷，膝盖不要碰到地面，手肘可以稍微弯曲。It's all about humanity.